上车。你怎么来了？咪咕告诉我的，我本来跟旅长申请去伊萨亚看看有没有什么公开机会，但是不行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不能陪你去，对不起啊。这有什么好道歉的？我也是军人，我懂的，所以我才没有让咪咕告诉你。我怕你自责。你今天能来还能跟我说刚刚那些话已经足够。你到了之后啊，会有一个叫马哈迪的人去接你，他是我伊萨亚的朋友，现在在当地警局工作。你爸的事我觉得他应该能帮上忙。反正你到了之后有任何问题给我打电话，我想办法，好吧？好，那你快走吧。我走了。一路平安，我得回部队了，拜拜。那你小子，说吧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送夏叔去了。对了，我已经把夏叔的信息交给伊萨亚大使馆的乘务官了，他会派人跟他联系的。谢旅长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如果你再有一次偷跑，我就给你个纪律处分，让你在全旅面前做检讨。是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iQIYI